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又来到了不知道干嘛单元。今天要带大家去看呢、啊，你们曾经有没有过你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不可预测的事情，然后导致你后面的作业只能 delay， 或者是就要用个 B 计划去做。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生的糗事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前往现场一探究竟。Let's go。灯坏掉了，我才刚开始拍，今天第一拍就第一摔，坏掉了，坏了，好几次影片哎，救命啊！干，你买多少钱啊？16000啊！喂，醒哦，醒来了！哎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位啊，醒来了，我成功了！这就是刚刚我们发生的灯坏掉事件。当下呢，我这个灯坏掉，我真的是生无可恋啊。所以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东西还在保固期内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拿去换。就是如果有坏掉的话，可能有什么故障啊，千万不要 TK， 还是要记得拿去换哦，好吗？那今天这一集呢，就是带大家看我们这个拍摄过程啊，这些糗事啦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哦，记得铃铛要打开哦。那我们就下集见哦，拜拜。